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有个小女孩脚被压住了，但是拉不出来，首先我叫了个车站人迅速的下来，捡进车的重量，啊，同时呢叫我们民警一起，另外召唤周边的老百姓一起，大家一起帮帮忙，就把这个公交车抬。 上班，因为我在二院那边上班，然后骑车从那儿过，就地取材吧。那么刚好他是个小朋友，笔盒里面有铅笔，比铅笔又是硬物，可以起到一个这个硬物这种固定的作用。我就把他铅笔取出来，排成两排。 夹在他这个关节的两侧，然后呢，他刚好是有鞋带，就把鞋带取下来以后，作为一个固定的这种绑绳，把这个关节呢做了一个简易的固定，防止再次搬运的时候呢引起这个关节的骨折损伤。这是一个腓骨凹陷性的骨折，知道吧？那么这个。